虎扑11月3日讯，阿森纳名宿伊恩赖特在节目中表示，伯恩泽贝配得上一个出场名额，索肖派上他也许可以补强防线。赖特说，看了图安泽贝对阵巴黎时的表现，我觉得他在曼联配得上一个位置。那场比赛他防守的可是姆巴佩以及内马尔这样的世界最佳前锋。双引号马奎尔其实整体表现不错，但看看林德勒夫，有时候你会想，如果马奎尔身边有图安泽贝对阵巴黎时这样的球员，曼联就不用派两个人保护两名中后卫了。双引号你能派上图安泽贝，然后在中场放上范德贝克或者其他更有攻击力的球员。双引号如果和阿森纳的比赛紧接着热刺，曼联状态不佳我能理解，但他们之前刚刚战胜了莱比锡，应该信心十足才对。双引号我觉得教练有一定的原因，看看曼联现在的踢球方式，我觉得教练没法激励球员们拿出稳定的表现。双引号